哎，有个老铁，他特别喜欢吃鱿鱼丝儿啊。他说：“熊二，你要有能耐，你发一个清鱿鱼的视频，我肯定给你双击。”啊，你这是，你这双击我要定了。大鱿鱼开膛破肚，清理好了啊，然后给它把皮撕掉，哎，再一清洗，接着就晾干就行了啊。双击给我吧，下不干海。哎，不，兄弟们，跟他们相比，我挖这个八爪鱼那是比不上的啊，那素食太溜了，人家认动，老回认了，一下就给抠出来了啊。进来，老铁。如果说你此时手机还有电，请给我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加上一个关注。咱们今天下午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感谢点亮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鱼，特别的漂亮，浑身通红，就像一块红曜石一样，我都怕它给我烫到。有的老铁见到这样的视频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；有的老铁反手是一个关注啊，双击关注，11点在你们赶海直播抓海鲜。最近有老铁私信我说，你的八爪鱼的视频发的比较多啊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因为我每天都抓到八爪鱼了啊，因为秋季来了啊，天气比较凉爽了，八爪鱼呢都会到近海了，所以每天呢都会抓上几条啊。进来的大哥大姐，性感的老铁，如果手机还有10%以上的电，请给我留下双击加关注。